上个视频介绍桑葚干的基础知识，本视频介绍它的营养成分与功效。桑葚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蔗糖、果糖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 原、B1、B2、BP 及 C、苹果酸、琥珀酸、酒石酸及矿物质钙、磷、铁、铜、锌等。它功效主要有六点：一、补血清血，促进造血细胞生长。女人需要补血养颜。大枣和阿胶的作用更多体现在补，而桑葚具备提高机体造血机能的功效。二、抗癌，降血糖血脂。桑果中含有一种叫白藜芦醇 （rase） 物质，能刺激人体内某些基因抑制癌细胞生长，并能阻止血液细胞中栓塞的形成。三、驻颜抗衰老，富含维生素 C 等抗氧化成分，美容养颜。四、补肝护肾。对男女补肾都有很好的功效，从根源上治耳鸣，滋养黑发。五、增强免疫力，增强血液新陈代谢能力，提高身体素质。六、补脑抑制，促进小孩智力发育。成人用脑过度也可以用桑葚调理。下个视频将带大家了解桑葚干的副作用。